医难道不算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职业吗？昨天我去洗牙，一踏进门口听见那个，我就害怕。我都已经这么害怕了，医生帮我看牙的时候还会。我当年月考成绩下来的时候，我妈都没有这么对过我。这世界上唯一能对我这么叹气的人，只有我的数学老师。我有反思过自己为什么那么怕牙医，是因为小时候被骗怕了。我小时候对牙科的记忆啊，就是有一个穿白衣的大姐姐会温柔地摸着我的头，姐姐不碰，姐姐就看看，然后，妈呀，这门牙真大啊！他们是怎么可以做到每次都是姐姐洗个手啊，洗个手，哎、姐姐待会就把一颗这一。你让我怎么不害怕？而且我发现，只要你面对牙医，你的嘴就永远不可能张得大。嘴张大啊！小姐，你唔擘大个口，我就好难操作噶。我嘴裂啊！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啊！我小时候就是因为看的牙医太多，现在就张嘴啊！你听，我嘴裂，一定要好好保护牙齿。再见。